六四三二家，我是丽丽，我是丽一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玲玲实验室。那我听说呢，有个实验就是让把斑比的字飘在水上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材料吧。首先是这个白斑比，对，这个是我的。好，先拿着自己的。再来呢，我们第二个实验会需要的一盆水。这妹妹要做第二个实验的，然后这个是碗，来，小的碗，然后这个是大盆水，这是我要做的实验，所以这三个是我的，这个也是我自己的，这要做的镜子，这个也是我姐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我先开始做。好，那我们要在镜子上写我的名字，各位观众，好戏来临。慢慢的，我手在动，我手在动，我觉得实验要失败。啊！失败了。下次好好教训你。我的应该会成功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妹妹的绝对会成功。那我写妹妹的影。好，首先在碗里面，我写你的影哦。一，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从旁边倒水。对，不能手中间，小心一点，姐姐。这个干嘛？耶！失败！耶！失败了！失败了，就可以拿出水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要到成功为止。为什么会失败？不知道。是要等它干的吧？它干。那我们顺便来做别的实验，换谁？子一字，也是子，子孙，孙，孙悟空。你会放多久？哇，是狐狸耶！会玻璃，但是它没办法变成你的字，对不对？对。会脱离而已。有字的，对不对？灵跑出来了。有没有？自由跑出来了，这边有了灵，变两个木头了，这样算成功吗？算，因为我的灵本来就是分开的。这次的算成功。小猫咪咪实验，我这次把灵连接在一起。那我们来跟大家聊天吧。好，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可以直接到留言去说，可是呢，我那个可能十万几万的才会 Q&A。好，所以大家就不用期待太多。好，那我是会回复留言的。激动你的口水？不会啦，你看下一次是的。那个是没擦干的水。那你的意思说吧。嘿，那个是拉屎拉屎的，他拖着他。哦，有，整部分的，中间那个太干了。我有了，淋出来了，然后那个第二个零的那个部分有点失败。你有蚂蚁？那不是、我被蚂蚁骗了。我是抓水猫咪，特地去抓水。这样该够对不对？实验看失败值的外甥，虽然实验会小小失败，对不对？
可是不会很少失败，因为呢，有一天我想说做一些实验，应该能够让观众知道。可是因为今天做了，所以我就不用想说要做实验。姐姐，你是要，姐姐你是要做吗？应该 OK 了。我先跟大家聊聊。姐，我生气了。好不好？下去吧。有了有了。啊！可以用手伸进洞里面。你怎么反过来的名字？对啊，怎么反过来的名字？哇，没事，你们看一下哦。三二一。没事哎，超酷的！各位你们观众看一下，我想看姐姐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零失败。啊！不要太用力，就压抑我的笔嘛。别成功了，成功的希望。零。就得了了了了。虽然算成功，可是还其实失败了，还不算到真正的成功了。对啊。我之前也有做过，也失败了。那时候是跟妈妈和妹妹他们一起做。我真的很希望，很希望可以再做一次。你是直接在雪里画？嗯，猜对。不能在雪里画。解除，我画在桌子上面，桌子可以刷九点，是刷九点，对不对？可是要破下去，没水了。已经开始，已经开始。我会在桌子上先擦一擦可穿效果合金，我再泡一泡水，然后反射为败啊，然后再擦一下就可以灭掉了。好，可是可能要做，做吧。来，妹妹你做抽头。你擦洗油。对。为什么就不要做榴莲？来，你弄错。眼睛看，我画桌子上，给我画桌子怎么是这个水呀、啊？眼睛看，我画桌子怎么是水？给我画桌子怎么是水呀、啊？调皮过来了。眼睛看一下，我画桌子怎么是水？把水擦一擦。希望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下方小铃铛，解说一下影片，都是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不要记得订阅我。